这里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国家，这里有辉煌灿烂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这里有平原、高山、河流、高原、海洋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，这里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，56个民族的人们组成了14亿人的大家庭，这里有丝绸、瓷器、汉字、中医、唐诗宋词、儒家思想等许多独特的文化，这里被称为世界工厂，也是世界市场，它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这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起点，它与全球一起共建机遇之路、繁荣之路。了解中国，理解世界，这里是中国概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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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们带你一起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，探索了解真实的中国概况。